This group have people.今天唱歌比较便宜耶，晚上要夜唱，要不要？我好，怎么样啊？好，所以 OK 吗？好，算你了。OK， 我定。喂，那个你在干嘛？等快递员上就下班啦，上一整天班超累，很想睡觉，干嘛？哦，没有啦，那个他们说要去夜唱。哦，然后呢？我就想说，我可以去载你啊。不要，我今天真的很累。没关系啊，我去载你啊。就不用啊，你要去就去啊，我自己坐捷运回家，反正我就在家等你就对了。没有啦，我也很累，那没算了，不要去。奇怪哎，你明明就很想去，我没有不让你去，不要到时候想的好像是我不让你去一样。啊，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去，我今天上一整班超累的。好，拜拜。那个我开会。想当初我圣约翰三峡过多开心，现在交一个女朋友，整个被牵着鼻子走。徐湛龙，你还是徐湛龙吗？知道，我也不想啊。哦，什么不想？我告诉你啦，女生很简单，她们说不要就是不要，你不要把她们想得太深，她们很肤浅。你是不是电影看太多啊？你现在直接带她，跟她讲说，我他妈要去唱歌，直接挂。不好意思。你最近怎么都没上火影忍者啊？当初不是说我一起共患难的第七班呢？你忘了吗 ，Sasuke？ 怎样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下礼拜日台中，敢不敢？我不喜欢你们那些朋友，我跟他们又不合，你要踏青，我们不能自己去吗？你还要跟他们结婚生小孩是不是啊？爸，我们分手啊！现在分手！不行。又来了，给你三天的时间，不分手哈，不用当朋友。到。看球赛。喂。快开门，我们到了。快点，球赛要开始了，我们要买东西哦。对不起，我肚子现在突然好痛，你们先回去好了，因为我要拉肚子，我怕这样。没有关系啊，你先去搭，放我们上去。快点！不是那个问题啦。你们先回去啦。反正你们车钱我付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喂。对啊，坏人都我当啊，你永远都当好人就好啦。难怪他们会讨厌我，我该死，我真是活该哦，被讨厌活该，我死就好。不是啊。我刚也超生气的。你屁啦！你怎么来的？真的啦！我刚超生气的，家里没有电视，一定要跑我们家看哦，拜托。对呀。超气的，这种朋友宁愿不要。真的。当什么朋友？朋友不是这样当的啦。对呀 ，Baby 最爱我了嘛。我们就约好说要跟你看。对呀，我们自己看就好了。而且要讨厌我，我也很讨厌他们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也很讨厌。白目。重点当朋友就好。对呀，家里没电视了。你昨天干嘛的啊？对呀，不能去，不能早讲哦。我们都已经到了。昨天你们上来很尴尬啦，我昨天直接骂他啊，我跟他吵架。屁嘞，你的个性最好是会骂他。拜托，他还哭哎。那后来呢？求我原谅他喽。我想说，我们男生干嘛跟女生计较？再给他一次机会喽。他今天不一样哎。Sasuke，你回来了。我早就回来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觉得事业本来就应该放第一，友情放第二，爱情就是放最后啊！不能因为一个爱情，然后放弃我整个人生。还等一下吗？庆祝一下，订酒吧。走啊！晚上直接订酒吧。好，走。我跟你讲，你上次没有去的那一间，你可惜了，这次有机会去了。酒啊，超好喝，而且外国女生超多。我跟你讲，不会英文也没关系，所以我就不会英文。我跟你因为什么？你喝醉了，英文自然就变好了。是不是要先定位啊？直接定位。我肚子突然间好痛。
真的、啊。我先拉肚子啊！哎，你们决定就好，我都跟你们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快去快回，快去快回，我都配。快去快回，定几点？定几点？几点会到？不用定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多了，真的吗？长漂亮又温柔，上次那个算惯他了，好不好？这个 combo 得我跟你说，真的哎、欸，我也觉得还不错。哎、欸，不然这样子，这么开心，晚上直接到阳明山夜冲、欸，要不要、欸？我们可以泡澡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赶快跟他讲，去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开车，你开车，我们两台车够坐吗？够、啊、啦。那我觉得有时候呢，大家不要去了，干嘛不去？你没有泳裤啊？我跟你说。现在向北方大声说出我们要陪伴，每天向世界大声宣告我们在陪伴，此刻并在困追中取消我们就陪伴。